影是什么意思啦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他啦？我只看到在悬崖边跳来跳去，不知道跳什么。那是黑色的吧？粉红色的不会。照照看，我不知道是黑色还是粉红色。向导兔而已啊，看是向导兔。哇，好伤心哦！粉红色的真的没了。抓，有调查点数，而且地上蜥蜴帅姐也可以抓，那也有调查点数。蚂蚁也可以抓，真假的？真的啊。它不是都会出现在你房子里吗？会啊，你可以摆设在房子里面啊。我抓到蚂蚁了。嗯，你先往三号去啦，去啦，现在我们可以打、这个你私下再玩就好了啦。你现在都在做私下再玩的，我们在开台很无聊，我们要画面。我来了。你要想在有三个台在等着你过去玩。我错了，我现在要的话，我们直接转播给你好了啦。怎么没有这功能？涂鸦，就往三号去，你直接往三号过去。刚看到一只蝌蚪耶，怎么可能？它长得很像蝌蚪呀，趴在岩石上。你可以抓哦，那个也可以抓哦。来了，马上回头。这个点，你知道我们还在等吗？我知道，可是。哦，重点是你现在是穿隐身衣装才抓得到，平时它比向导兔还恐怖。真的假的？它远远看到你就直接游走了。哇！我抓到了，超感动！我现在二号点，去走啊！你看那些足迹或那些东西变成亮白、蓝白色的，你就都去踩。食火龙的足迹，踩都踩。还有一个旧足迹在哪里？在这。啊、然后这张上位开始会很白目的东西叫做奇灭族。奇灭族，他们这些粉红色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粉红色的。他们跳舞哎、欸。啊，就奇灭族啊。他会打我是不是？会，他会麻痹你、毒你、烧你，有的没的。曾经有人被他搞到死，被麻在地上不能挣扎、不能动，就被龙喷死，然后被毒。三号没看到他、哦，他有捡到足迹啊，足迹没捡啊，哪里我捡了、啊？哦，延迟，不好意思，这里还有一个足迹，名片，毒性粘液，就这个啊，其实刚刚就踩到他的足迹啦、啊。爪子是一个三根爪子的，那个是毒药鸟的啊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鳞片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旁边这个。岩石啊，什么啦？哦，看到他，他看到了。好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啊，喂，你能不能放那个啊？能不能放救援信号？我看。所以加金二毒药鸟调查。就是这个啊。不行啊。那就出来吧，从出来出来吧，你出来吧。好。你们终于有画面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探索终归来。我们终于可以准备上场啊！有画面了吗？有了。英雄总是最后登场。刚刚就是像篮球比赛中场休息，我们板凳坐好了。哎、你好了、哦，好，我来了。嘿，有参见，有参见，吃饭喽！我出来了，然后我又要再接任务，你就接那个了，刚刚新增的任务。任务。然后这个会比之前你遇到的都还要痛很多，所以你自己考虑战斗的距离哈。我接了，他会痛非常多哦。毒妖鸟的话，怎么这么多营地都不能选啊？
看一下我现在是装备什么。选择耐绝耐毒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欸，我看只有三个人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增加任务。来了。准备中。牛的电牛，走吧。嗯 ，Go。他今天要开到几点啊？两个小时，开到12:30吧。好啊。哦，好，了解。那就打到12:30。哦哦哦哦，对，酱油过来。嗯，来捡东西。这东西，这东西是做东西用的。过来。啊？有看到？这个方，这个方法是用轻，我这把武器普攻击一定会掉。你这是什么武器啊？轻弩。哇，好帅哦！个忘记可以叫我哎。开始上岛魔物诱，魔物诱导。来来来，我教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教我带你走我那个采集的路线，这边开始。记得哦，大一种荒地哦，走这边。啊，对不起，走这边。你抓蚂蚁？一次抓啊！这里。你要记好，这边是陷阱的地方，这边是我踩陷阱用的地方。这边啊，我身上满了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我正在记路线，就走这个山壁进来。嗯。然后这个蜘蛛，蜘蛛网。抓。欸，走过去了。他是抓的。他是抓的。我一直以为他是走过去，然后就会拿到。没有、啊。好，没关系啊。那再来走这边挖矿。嗯。嘿，你把他吓跑了啦！你知道我已经砍了两三套招式，他才飞走吗？把他吓到了啦！他刚一直在那边让我砍我砍了两三套他才走然后这里。这边。这是踩点数。哦，我这个是问号对啊，它是问号果实啊，都是这样子啊，随机的。嗯，然后墙上，哎呦，吃火在这，助尾少踩一次。哎，我还没抓过这个，改版怪怪的啊，被人砍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用网子抓不到找啊，他爬太高了。啊、哦！毒！他爬太高了，抓不到。啊！过来！他怎么又飞走了？飞走喽，走喽！这是光虫，做那个闪光的材料。嗯。啊，这边还有。然后踩完之后来这边。来。还有光虫，看，这个路线有点复杂。不会，就一条啊，一直往上走而已啊。这个可以踩哦。哎，我的包夹，这个哦，其实我不太会用你就看那个啊。我以为这个会死。你有眼压之后，你就换一个地方，按 W 或 A 或 D。好。W 或 A S。
哎呦，我的宝夹！什么东西？你刚那个是点数很多的，对对对，你看看多少？160个。对啊，来这边，然后再加上，如果你刚刚是断尾了啦，拜我那个采集用的护符的话，点数是双倍。哇！因为你踩到是一次两个，拿这个，哦，你又有了。那国王仙人掌。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另外一只来，另外一只来了，来这个。那我还没踩完，他挖国王仙人掌挖比较久。对吧、啊？稀有东西比较久，这个。啊，长春城是做那个地洞陷阱的东西。我要踩这么多东西啊！那就一趟啊。哦。然后这边是蜂蜜，那在上面那个鸟窝上面，哎、欸，会有几率会有粉红色那个有花的仙人掌。看不到了。那是没有，有的话他会一直跳。你妈在吗？你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在装什么呀？啊，光走了。嗯，走走走。你在下面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另外一个点。不过等你开下位地图再带你啊，因为这上位地图我怕你踩到会死掉。走啊，直接过去。你去找他们，去找他们。他在。都跑去打土龙了。没有，他有土龙土龙大满哦，打他土龙大满。看到我这个有问号哎、欸，哪里啊？没有问号都是花、嗯，这种一定可以踩啊。哦、你仙人掌也是问号啊。啊，讨厌鬼！反正前期为什么叫采集猎人，就是要赚这些啊。你挖到了？哎呦！叮！哇！哎、欸，其实你这只角色算 O 呢。真的假的？我只说，我铁锤打一打他爆炸，原来是火龙的，偷偷吐他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。晚点我再开那个开张地图，教你怎么踩。哦，嗯。我觉得是这样。哎。打死给爹！要灭了，要灭了，要灭了，要灭了！像你刚采的烟果实，就是制作。弹药的材料，哦，框框框框框，像你踩了后面右边会加的那些都是，只是加点数用的。啊，不要！璀璨水晶，璀璨水晶，这是新的东西啊。对啊，上位的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有足迹。好了，好了，就上来哦。我的粪便哪里？我这里。哦。晕晕晕晕晕晕晕呀！苹果没有，真是快死了。啊，我等一下带你的地方是在这一区啦，我都在这一区采那个仙人掌的。这区仙人掌比较多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什么？哎、欸，毒秧鸟。尾巴剪，这个尾巴剪。我来帮你们吃东西咯。我来，啊，来，啊！我选择远远的看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打，你不会死。我在练锤，啊，啊，打死你！啊嘿嘿嘿！带一带，修修一带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好凶啊！你会补血？我会啊。哎、欸。哇！他这招回旋尾巴也太帅了吧！就是他的尾巴会毒啊。等下，这是支线任务吧？对啊，是支线。你在打什么？毒药鸟不是吗？我们在打那个吃火龙。好，上面那个是乌龟吗？肉，它也是个肉。嗯。哦，跑了。逃避哟、哦！啊，被打飞了。走走走，也有大便，也有大便，这边。Q 赛。它是被打到大便是不是？没有、啊，这边一定会有大便啊，这是沙龙的大便、哦。被打到屎都喷出来了。真的。那你还捡超恶的，你们还不是捡了？毒药鸟可以抓喽。好，
在哪呀、啊？你抓。当然，他飞到你们那边去了。啊、哦，他来这边了，他来这个点了，飞过去了。这是毒鸟鸟的家。叮。那你们可以直接他下来就抓他们吧。没有，要跑去奇灭族那哎。他是哪里啊？那么远。他家在那个啊，奇灭族那个位置啊。这里有亮亮的东西耶。你记得是吧？你那里面应该是烧鸟的家吧？啊，我这个没有陷阱，我的捕食装备陷阱。我有。国王仙人掌。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哇！你哈？对，我被弹开来哎、欸！我在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被弹开来哎、欸！弹开来？就是你在捕捉的时候，他飞起来，我真的还在敲，他敲是三下之后我就弹开来，直接被弹飞。我穿的是广域化，昨天教主穿的。我穿的哪两个性感装备找不到？你说什么？限定箱啊？你是说男友衬衫那一套吗？我去个厕所。去吧。下一个是什么？蛮恶龙？是吧？滑鼠要换了，我的滚轮开始支离。用了两年呢、欸，可以的啦，用两年够了啦。对啊，我觉得，而且它的橡皮、橡皮的地方被我已经玩到皮都不见了、欸。哇哦！对吧？那用很久了。感谢雅思的礼物，樱花。嗯嗯。哦。多这一套，这套吗？我不知道这套叫什么、欸，但是别人丢给我的，然后他把我，然后马赛克，他把我的那个旅团盖掉，我不知道，不然我也喜欢旅团原本的衣服。蛮恶龙是要耐火吗？耐火啊？还是你是说这一套？学妹，蛮恶龙会，蛮恶龙会有爆裂的那个吗？状态吗？不会、啊，它只有燃烧状态。好，爆裂是炎贼啊。嗯。对啊，这个啊，亮晶晶西装，没错，就这一套。想睡啦，想睡觉就睡觉吧，今天应该是很和平的一天。对。嗯。开门声。回来了，又拿了饼干回来。我哪有？哪没有？你的视讯都还在那边甩。最好啦，我没有。是雅思的魔法棒。那我吃个巧克力好了。干，还没有，再没有啊。这不是拿的呀，这我放在我的位置旁边。感谢雅思的棒棒糖，哇，雅思你也送太多了吧。雅思魔物级等啊，魔兽级等啊，哎、欸，对，魔兽，魔什么啦？嗯，奇妙的痕迹，是火龙造成的。嗯，
都找不到，真的假的？打怪打到累了，不想打了。雅思说他累了，累了，居然，心累了，怠惰了，哇，怠惰地狱要一直跑步哦。我要去找吃货龙的东西耶。这就是你要一直开地图刷。嗯，哎，我们也可以吧。开给他刷咧，不知道欸。可是我记得吃货，我怎么有个新任务啊？那就是上位的啊，橘色是上位的任务了。哇，怕没啊？那、么特殊斗技场，无量进阶篇什么鬼、啊？那我现在是，你 HR 多少？我们看 ，ESC， 嗯。然后右上就有啦，猎人 rank 十一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有任务，毒妖鸟的，不爸爸，吃火龙的，直接打吃火龙。那我要先去四楼。可是他是等魔物哦。他叫魔物的话，就是两只以上吧。对。哦，好啦，可以啊，参加最多四人，来吧。走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四楼。然后就参加。等一下，你先把嘴巴的巧克力放下。